跟飞盘落地之前，你都会打到内跟 out， 然后内场的话就要去外场 outfielder。你在外场 outfielder， 你打到里面内场的人的话，你就可以选择你要继续待在外场，或者是你要回来内场。学到什么东西？